您听到了《伟大的时代来到了》进行曲，是由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学、中山女子高级中学和景美女子高级中学学生的联合乐队所演奏的《伟大的时代来到了》。这三所女子学校组成的联合乐队跟一队，想阔步地走过观礼台，他们穿着鲜艳的红黄黑绿各色的制服，白色的长头马靴，这支三所著名女校组成的乐队跟仪队动作整齐，精神饱满，他们经常在国家的重要庆典当中演出，还经常代表中华民国出国参加国际青年活动，为国家赢得荣誉。现在是三所女中的一队进场，庆祝国庆这四个大字，显示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和全球侨胞代表与我复兴基地举国上下在这里热烈庆祝中华民国76年双十国庆。各位贵宾请起立，向我们的国旗致敬。跟在鱼队后面的是由八名私立开南商工的学生推着大型的标语牌庆祝国庆，各位在画面当中看到是巨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有40名三军官校跟政治作战学校的同学护持，这面巨型国旗他们平举着向观礼台接近，在巨幅国旗的后面是开南商工同学组成的国旗队，有100名同学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汇成了一片的旗海。